身着刺刀成肉身，来做他未完成的工作。审判结束这个时代，将人救出苦海，彻底来将人征服，变化人生命心情，为人类摆脱苦难。漆黑如夜，黑暗的势力，为人类的工作，有多少不眠之夜，从至高处到最低处，生活在人间地狱。啊，一人共度天涯，从不埋怨人间寒酸，从不对人苛求，而是忍受大耻辱，做着自己的工作，为了全人类走向爱心，他人如海原来在地上，请自己如呼吸中，将人类救起。面对星辰，多少次披星戴月，忍受着极大的痛苦，忍受人的打击破碎，生来在无悔之地，默默无闻受摧残，受人欺压从不反抗，从不对人提过分要求，为人类做一切人所需的工作，教导开启责备人，话语傲恋人，提醒全面捍卫，审判监视人。啊，那不都是为人的生命，都为了解禁人，都接近人，虽将人前途命运挪去，但所做都是为了人类，那不都为了人的生存，都为全人类在地有美好归宿。